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庆祝滨海湾时尚文旅季正式启动。华南赛区的总决赛现场，华南赛区总决赛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体育局、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、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，由中国中铁建工集团、蜀西流记协办。本次大赛由搜狐视频和知东莞进行全程直播。生明月，弯曲共此时。东莞滨海湾新区欢迎。